许魏洲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一个人这样有点尴尬哈，来呜！周周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今天，哎，今天已经不是第一天来台湾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今天是第三天了。那这三天感觉下来，你觉得整个台湾的气氛怎么样？还有你，包括你的粉丝，很热情，很热情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没有感觉到，其实这几天是台湾这一年来最冷的时刻哦。但是，是吗？对。你看他们还好，你看哦，羽绒大衣啊，都还有围巾还围着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，我觉得你可以感受到，从你下飞机那一刻一直到现在，对粉丝对你的热情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热情，我会感受到你们的热量，真的哈、哦，感受到大家热量。那我来，先请周周呢，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张第二张的专辑，好了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我也介绍好多遍了。对对，这张专辑呢，就是叫做《The Time》。是。《The Time》呢，我自己翻译过来叫做《时刻》。时刻里呢有四个篇章，第一个是十五分钟的疯狂，然后第二个十五分钟的光芒，三十五分钟的独白，第四个是十五分钟的臆想。其实每一个篇章都是我想表达的不同的许魏洲，所以里面不同的歌曲呢也是。其实是结合了很多不同的元素吧，相比较第一张专辑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超越第一张专辑。当然、嗯、对，其实我一直就以我自己为目标嘛，只要超越自己、不断的突破自己，我觉得就是成功了。你们觉得有吗？有。而且你这次有尝试 很多自己的创作，也比第一张更多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张专辑反正有作词有作曲的应该有五六首歌吧，好像六首歌。好像很多哎、欸，整张专辑也你应该也十首歌曲，三分之二了，好吧？三分之一半多一半以上，一半以上。我们数学都不好，对对对，体育老师教的。对，所以这次也有参与制作，那然后其实除了你之外，还有很多大师也一起加入了。对，有很多老师帮助我去完成这张专辑。是啊。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许魏洲哪首歌啊？我们问一下粉丝。很酷，很酷。是吗？那你今年有没有想要特别推荐哪首给大家？就是你如果只要选一首在今天推荐的话。今天？对。那就是橙色天空了。啊，是吗？你们都知道今天有特别的事情要宣布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等一下会让大家看一下橙色天空全新的 MV， 就在 This Moment The Time 这个时刻。公告一下，所以你们都是第一批看到的人。第一批哦，真的是第一批。第一批，全你自己看过了吗？我自己也就看过一遍吧，好像。你自己看过一遍？对对 对。那这因为我看过一遍，我觉得哇 ，OK， 好。啊，所以你自己都没有修过，你就说觉得好，这个好。对对 对。里面主角太帅了。是是。对。而且你是难得那种，就是我们看吃泡面嘛，都会写说什么照片与实物可能不相符，但是你看看你照片与本人完全相符，完全不相符，完全一样，怎么这么帅？你太客气了，魏洲就是这样这么的可爱。他明明很帅，但是又说自己还好，但其实你就是啊，一般了。我是靠才华吃饭的。太可爱啊！我们要问一下，因为通常呢，第一次来台湾的艺人啊，我们都一定会问一题 SOP 的问题。请问想吃台湾的什么美食？我其实想吃那个胡椒饼。对吧？对。然后我昨天已经吃过了。你吃了？对对对。是饶河街的第一间那个胡椒饼。对，昨天我有去饶河夜市。啊，真的啊？你们有去吗？有。大家有去。哎，有人有遇到。有几个跟着我的。你们这些，哎呀，太可怕了。没有，应该本身就是胡椒店老板吧？啊，对。为了你，然后我赶快去应征胡椒店员工。难怪我这么快就买到了。对，速度很快。那还有玩什么？有玩游戏吗？有打枪、打气球。啊。嗯。打气球。夹娃娃。夹娃娃。对对对，我夹了500块，差不多。你赞助他了哟？一个都没夹到。你五百块一个都没夹到？对啊。怎么这么弱？就那个爪子抓下去，起来啪他就放开了。啊，对。对啊。但是你不是那种五百块花下去就一定要把它夹到的人吗？
我尝试了，但真的不行，就放弃了。是我技术太差。没关系，你下次来再挑战一次。OK OK， 好吧，我们就你下次来，这里面当中就会有一半以上去开娃娃机的店。你要教他。教到了，给你了。啊，那你啊，好好好，好，谢谢。带回家。人很好，那还有尝试什么？你好像有吃蛋仔面，对不对？对，蛋仔面。然后昨天有吃车轮饼吗？车轮饼，对，昨天有吃。什么口味的？奶油还是？奶油红豆，甜的，甜的啊！你喜欢吃台湾的甜的甜小甜食还是小咸食？我都喜欢，但是我自己更喜欢吃甜点的甜食。他喜欢甜，跟你一样甜吗？我吃的都蛀牙了都。那真的哦，你看起来他就因为我从小喜欢吃甜的东西，喜欢吃糖什么的。那你都没有胖，为什么？吃不胖。怎么这么好？你这个好让人生气哦！可恶！而且你也吃不胖吗？我有啊，我是上面遮起来而已啊。好，那我们要再来问一下周周呢，就是里面呢、啊、有一首刚刚我们大家有提到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期待的《橙色天空》，对不对？然后刚才虽然说你看过一次了，但是我们现在呢，现场大家我们要一起来看这个全球大首播。